宽亮的嗓音，俊秀的扮相，曹老师总是能够深刻体会人物当下心境，传达给观众入戏的感动。因为我本身出生在香港，妈妈广东人，在九岁的时候被大陆救灾总会接到台湾来，后来私立复兴就要招生，那以我们这些贫穷的小孩和单亲的小孩为对象，那我就进了复兴剧校，就开始跟这个京剧结缘。老师在我身上下了很多功夫，我非常感谢他们，让我能做一个这个年代的京剧小生的传承人，这是我一生一个荣幸。谦称自己的经历为备位人生的曹富勇老师，总是在适当的时机，用他的努力与坚持站上舞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让他的京剧生涯充满光彩。我最深刻的一次的印象就是曹老师在2009年3月做个人专场的时候，他在这个之前他出了一场车祸，被车子压过他的大腿。他这个专场里面还有一出戏叫陆文龙，双枪陆文龙，那个非常需要扎实的功力跟脚的支撑力，可是他脚受伤了，然后他还是不放弃。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要把小生所有演出的特色做一个完整的呈现，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腿伤然后去减少到任何一个动作。然后我自己在旁边看了，我非常的感动，也受到很大的启发。那么如果翻开台湾京剧历史的扉页，那么曹富勇老师呢，当之无愧的是永远的京剧的小生。那么在任何一个转折点上面，我们都会看到曹老师的身影。那么包括了他是台湾培育出来的第一代的京剧新生代，包括那么他带领着这个传统戏曲京剧那么走向现代化，那么以及呢开创了京剧那么朝向中国歌剧的这样的一个实业，乃至于他跨界那么演而优则导，那么为鸽子戏注入新的养分。那我到目前来说已经导了30几出鸽子戏，那我对歌仔戏是，他们说你去把歌仔戏京剧化吗？我说我会把歌仔戏精致化，只是精致化，我非常重视他们本身表演的艺术，我只是提供他们一个表演的一个多元化的空间而已。曹富勇老师是我们京剧系的小生老师。那曹老师因为从小受打骂教育，所以他在教我们的小生学生的时候，他从来不打也不骂，他就是用非常充满的那种耐心跟爱心去影响孩子们。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孩子们对他是十分的尊重，所以老师的一个眼神他们都觉得说就会对他比那种打骂他觉得还在意，所以学生们就是追着老师来学东西。那这种情形在传统戏曲教育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会不断的反思自己，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没有像曹老师这样就是照着老师的说法或者是自己去思考老师的话语，因为在以前就会学了就觉得这样就好了，可是经过跟曹老师这么深的接触之后，就会觉得学习不是只有这么一回事，学习你可以让他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一种进步或者是一种成长。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呢，遵守传统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反而你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视野，因为基础扎实了之后你才能有更多的飞跃。觉得京剧不管京剧或把传统戏剧，它这是个正面，就是说它是个教化社会的，所以我强调说不能正己焉能责人，所以要同学们台上演好戏，台下做好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我们的使命感。那我
已经完成老师的使命感，剩下来就是我的学生要如何接替我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新传，要传承，希望他们能把我们的信念理念生生不息地走下去。